唱他的歌是不容易的，对啊，而且他们两个唱腔完全不同，对啊，对啊，对啊，干脆这样好不好？你就直接啊试试看叶爱玲的歌曲，你今天准备打哪一首歌？我今天如果唱的不好还是怎么样，请多包涵。秋凤姐，你现在真的太含蓄了啦。对啊，伊安尼客气，咱怎感觉怪怪的样样的，对不对？那家爹人啊，不是别人，都搭搞家呢都。你干嘛推人家？没有，那看活泼嘞，刚刚。我为了要唱他的歌，是是要学他的歌，牙齿掉了。唱到落嘴去啊，你可能是最拼命的蔡达人。其实我这个角度我刚刚是看得很清楚，我心里想啊，嘴去拉干那样可以播播呀。借我看一下好不好，秋凤姐？啊，哪里？我不会让镜头拍到。但是我总不能把人讲出来，还要他自己讲。他旁后面啊，后面。都是啊，你给他，都是啊，你给他恭维那种了，没有啦，我们在美国，看得太羞这样子。今在工地秀有没有？工地秀以前我也很会模仿，我跟费玉清两，对，模仿界两大天王。一场里面只要我们两个出来，整场搞定。我模仿你，你那个有没有？我看哇，他模仿陈小云有没有？好厉害，对，就来了。那你是，我心里想，蔡秋凤不出来不行了，没有钱，没有钱，没有钱啊！一波一个之后就来，太用。一波一波一卡音，脑充血不是，哇塞，我撇尿。好，马上进入我们的指定代打，掌声鼓励。我今天这个指定代打，这个展现我们演艺圈里面呢、啊。非常好的一种人跟人之间的关系，真的。而且我们这位代打者平常很少上综艺节目哦，最近也很少出现哦，是啊，完全是冲着我们这个想要打歌的这位歌者的面。可是，所以你讲好朋友互相帮忙。对，但是他的名字常出现在我们的节目里面，因为每次的名人大会考都会打电话问他，但是他一定答不对。而且宪哥很爱学他，对不对？是是是，对，就是解鼻音很重哦，鼻音歌后。他的歌曲叫一波一波一卡音，这两个。你为什么每次都要逼谁才能唱完这首歌？很奇怪，唱这个歌。几不几卡眼？哎呀，为你的身体着想，决定要再学了。你这刚才挥给去有狼辣掉了，火鸡躺在那里休息被拆。哦，太恐怖了！你们马上来欢迎我们的这个代打人蔡秋凤。大家好，钟先生。哎呦，哎呀 ，Hello。哎，雍容华贵，你敢看嘛？还穿华贵牌丝袜，看到了，是不是？好久不见你啊！我最近忙什么？这几年都待在国外比较多。待在国外，哪一国啊？美国、加拿大。哎呦，美加地区啊！那 How about your English now? No. No. No way. Can you talk to me in English?讲国语我听有，台语我嘛听有。那你这样怎么能在国外生存呢？奇怪哦，奇怪，去外国不一定爱。哎呦，奇怪，他很闽南，奇怪哦，奇怪，我自己翻译哦。麦阿林讲 ，Don't say that。哎，都是。拜托你们停止 stop 好不好？对，那你这个国外的生活应该感觉还好吗？很好啊，很好，所以也希望你经常回来，好吧？ Okay. 你今天这个听说要帮人家打歌是吧？对，你也好朋友的对吧？对，到国外还有联络吗？有啊，有啊，有啊，是吧？是谁呢？叶爱玲，叶爱玲，叶姐。没错，久违荧光幕的蔡秋凤今天就是为了他的好朋友叶爱玲前来打歌，而叶爱玲也提早来到了摄影棚里观看蔡秋凤到底有没有尽到他的本分哦。哎呦，要唱他的歌是不容易的，对啊，而且他们两个唱腔完全不同，对啊，对啊，对啊，那干脆这样好不好？你就直接啊试试看叶爱玲的歌曲，你今天准备打哪一首歌？我今天如果唱的不好还是怎么样，请多包涵。秋凤姐，你现在真的太含蓄了啦。对啊，伊安尼客气，咱怎感觉怪怪的样样的，对不对？那家爹人啊，不是别人，都搭搞家呢都。你干嘛推人家？没有，那看活泼嘞，刚刚。我为了要唱他的歌，要学他的歌，牙齿掉了。唱到落嘴去啊！你可能是最拼命的蔡达人。其实我这个角度我刚刚是看得很清楚，我心里想啊，嘴去拉干那样可以播播呀。借我看一下好不好，秋凤姐？啊，哪里？我不会让镜头拍到。但是我总不能把人家讲出来，还要他自己讲。他旁后面啊，后面。
都是啊，你你给他，都是啊，你给他恭维那种了，没有啦，我们在美国，变得害羞这样子。原来是怕嘴巴露出来，不会啦，大家不会想你这个出来的时候，我们帮你打马赛克，一根牙齿打马赛克，这此地无银三百两。好吧，那什么歌什么歌？唱阿关一首以前。他常常在秀场很欢迎的歌，就你那么牙齿掉，讲话也变那么慢，我想老红。我怀疑你在国外是参加一些不正当的宗教的主义，头脑都糊了，真的有压力，然后牙齿掉了，我又不敢。没关系，没关系，国外还有一些宗教有没有？就是看一个大照片，然后每一个人在那。真的说唱就会解脱，我也搞不懂。台湾也有啊，外丹公有没有？阿公，阿公在公园里面外丹公，阿公，阿公，等下讲嘛。哦啦，哇呀，咪来呀、啊！还有抖音，当然抖啊，整个抖成的。好，那就唱唱看了，好不好？好不好？今天我尽量。对对对，你尽量哈，你尽量我随意啊哈。干嘛？我们在喝酒啊！来，我们先听他唱再说，来试试看。阳光散吧 ，Go！ 其实你刚刚在说啊，万一唱得不好啊，请大家多原谅怎么样？我们还以为你是在客气，真的大家要多包涵啊！开始开始，这样子太落井下石。这个真的用几个数字可以来形容啦？几个数字？2266号。为什么？哩哩啦啦。我们要不要重来一次啊？导播也是这个意思，但是。牙齿要露出来喽！但是我跟你讲，今天真的很困难。重来一次是让你爽而已，我们会播出糟糕的那一次。真的吗？导播商量一下，因为我好久没有上电视了。没关系，我们的节目很随性的。对对对，自然最好。那再唱一次，那你们假装没听过，好吧？好吧。但是，你们两个，我跟你讲，你那个三把要配合一下。好吧，和阳光约会吧。三把。不要和声，和阳光约会吧。三八，我们三个要合不一样，好吧？我们帮你合声，和阳光约会吧。三八，你们看，啊，这就对了，阿内你有信心啊哈。所以你看啊，我们都合成这样了，对啊，有信心了吧？你刚刚会紧张是因为身体，我真的对不起阿关啊。怎么没关系？阿关是阿关是叶爱玲，叶姐，对，她以前刚出来唱歌，她的名字叫什么？叶美娟嘛。对。对不对？哇塞，我一阵哇爽呢！你干嘛？等一下可能会来啊！他当然来啊！哇，但是怂中带美，美穿吗？你再穿太硬，真的太硬，背后凉飕飕哦。但是他跑过来，如果听到声音的时候跑还来得及，因为腿短不可能跑很快。你要趁他不在的时候，英才在攻你。那个款姐妹淘生气，那我们再唱一次了，好不好？我们来合音。那舞蹈动作还是要出来。那一定是要再来一次哦，一定要播这一次哦。啊，对对，没有你。那你帮我好了。好，我们 together forever。又来 together。大家拢是 American 对不对？阿妈来困。我吹起六条，你骂我讲伤多嘛？因为秋凤姐她一边唱，那麦克风还要挡在这边，才能挡到嘴巴，遮住自己的嘴巴。对啊。这里绕一个吹气，所以用麦克。
会不会唱到一半就像我唱我愿意啊？怎么唱？我愿意为你，我愿啊。好了，再来一次啊。好了，唱歌。你那牙缝还真蛮大的，真是的。不要再说。我们就来试试看，阳光散吧。只有30分，最早的时候那一次，现在已经到35分了，满分五分了，满分是多少啊？满分100，不能乱来了。我们再唱8次，应该可以到60分了。好，可以吗？体力可以。是我牙齿太难看了，不然我就跟你拼了。我以为今天是牙齿太难看，要不然我就跟你咬了。对呀，是是是。好，那我想呢，这个今天呢、啊。看到他这样热情的表演，就知道被朋友两肋插刀，对啊，在所不辞。你跟他关系很好，对不对？对，十几年了，十几年老朋友。等一下我出来聊聊你们两位啊，真正是过去来讲，到底是有什么密合的地方？但是你知道吗？唱他的歌不穿他的衣服就怪怪，真的，是不是啊？我今天还特别穿他的衣服，这是他打歌服。哪有人穿这么漂亮的？这是他打歌服本来就这样。对对对对。他打哪一首歌的时候？新歌吗？对，新歌。哦，新专辑的造型。哦，所以你看，你看现在当妈妈了，那你这个漂亮的妈妈，漂亮的妈妈，你的感情方面是不是可以聊一下？没有人，没有人买房子给我，怎么嫁？啊？哦。1700万哦！这代表他有在看新闻，有在注意哦。是是是是，1725万，对，又多了5万。含税，含税。哎，那是小孩子哎，他自己讲的，我根本都没讲。哎，这个所以你看八卦新闻，我们当艺人自己也有责任。你很爱自曝内幕，你最爱。有时候都是自己跟脆在那里乱讲，但是我跟你讲，反正不是真的。到底有没有？他有买房，但不是跟我无关呐、啊。我又不是凯子他爹，我要买个猪头给他。买个猪头。对呀、啊，我干嘛？真的是的，帮人家养老婆干嘛？是不是？要确定了以后才可以买啊。哦，现在还不确定。就是没有到手的时候。又说来又来又来，明天要上报纸，我跟你说。开玩笑，开玩笑。好，那我想呢，这个他们两位既然是有这么多是相像的地方啊，我想啊，干脆就请他出来了。好吧，为什么人家两位会成为姐妹淘呢？有她的原因哦。欢迎我们叶爱玲小姐。来，讲我坏话，一直讲我坏话，阿纪啊，你呢？来来，献花，献花，献花！哇，这个话，很感动，很感动。哎，拥抱一下，拥抱一下，你看，你看，这个实在是啊，这个抱病上场。对对，那个你知道牙齿生病了，对了，还没有补，就是牙痛不是病，病起来要人命，是啊，真的。所以呢，讲辛苦了，那大家不要见怪。那讲话今天有点漏风，漏风没有，比较含蓄。阿郎漏风是头前播给那漏风，伊那漏对边啊。各位朋友，大家好，今仔真欢喜，等下个台湾，较早我拢住美国，美国哦，你真的很不会
卫生呢。这支麦克风千万不要用，那里面有好多口水。我跟你讲，这支麦克风我个人专用，13号星期五。那就还好一点。我再倒要了解一下，你看两位啊，他们从一起这个，你们出道好像很接近。对，哎，你比较差不多吧？你看顾，可能他比我还早。有吗？你比我早一点，差不多，差不多。你看，女人讲到年纪就没有朋友了。讲到年龄哦，为着两个月拼命哦。你来这样，差不多差两个月。你看哦，不是说每一个艺人他能够侃侃而谈，那平常两位很能聊哦。我随便问个问题，他们完全不会啊！你再问啊，没不会。几年次？啊？好恶劣哦！怎么样？哎，超过20岁就不告诉人家。什么罩杯？不是 D 罩杯吧？我 A B C D。不是，我说不是哦。哦，不是 D 罩，那是什么呢？还问呢？是谁？你在问谁了？没事没事，那你们两个是好烦啊！你们两位啊，从出道那么接近的年纪啊。然后就是后来一路走来就变成很好的朋友。其实我们是因为我们差不多有将近10年左右的时间都在秀场。对对对对，每一天没有没有同公司了啊，没有同公司，是除了365天，除了除夕那一天之外，每天都在做秀。那每天做秀就是差不多是这10年我们经常会碰到。对，那在后台呢大家会聊天，那就变成好朋友。对的，那你们两个之间以前呢，这个像秀场里面呢，有没有发生比较可爱的事情呢？比较可爱，我们自己的事。我把它捶回来。出球啊，出球好多哦。有，讲两则。我们那像那陈一郎那一天一聊，有那一场我是在的，你看有升降舞台那台底下，我说前面升降舞台你出去哦，站上去。对，那个主秀才有可以升降站在那个升降。那加春郎哎。那个时候他多纯天曲多红，然后整个人升，别为咋个慢慢升的，别为咋个一脚，就他站出去一打干冰了，地上看不见，对对对，一脚在上面，一脚在下面，别为咋个一脚，准备。是真的，因为他那时候他也不晓得他红这么快嘛，那时候算是就是说很快就红走红哦，在舞台上他也没有经验，然后又第一次当主秀，然后干冰一打真的是都看不完全看不到，这个就算了。后来人家还以为是特效，是不是？对啊，后来都好帅哦。我们跟他讲说，哎，你们那个时候我更小牌了，我经常还要负责唱和声报幕这样啊。结果旁边后来又下一个罗时峰又来了，罗时峰，但是罗时峰我就跟他一定要站上去，刚发生什么事他没问题。那大牛唱歌眼睛都闭起来嘛，对，心茫茫茫够寂寞，掉下去了。头还撞到那个转头那个灯有没有？哦，笑死了！对，我有一次跟就恐怖啦，跟大牛是罗时峰啊，在那个台北有一家歌厅，然后跟他我真的很倒霉，怎么跟他演歌中剧，这个故事还没讲，自己爽成这个样子。跟他演歌中剧，然后他那时候不是有一首那个无缘的结局？对，在台上他要出来牵我，然后那个太阳城不是有一个升降台？对，然后那时候因为可能是我们穿那个蓬蓬裙，然后他要出来，然后牵着我的手，那时候我叫了一声大牛，因为歌中剧我说大牛，我的那个裙子掉下来，然后他不知道，你知道吗？他还一直牵我说，我就这样子，然后我要一手要抓住我的裙子，然后一手就是要这样子，大牛故意的，我觉得是他故意的，我不骗你。后来我问他，我跟他吵架，我说你故意的，他说是，他还说是，哎，我气死了，裙子已经要掉了，他硬要拉住，对，结果他硬要拉你的手。他拉我4次，然后我就很大声，我说我裙子掉了，然后大家都听到了。哇，那一场是卖座最好的一天，笑死了。对，但是平娘娘，你们是很讨厌我们今天的乐队吗？为什么？那你们怎么越站离他们越远呢？那对了，笑一笑就往前站。哇，大家真的边笑边讲的。对，好，所以你看了，在这个秀场里面很多趣味的事情，太多了。阿里五爷够舒服。他的故事啊。我倒不晓得，但是我自己出糗的事情也很多。讲一个我听听看。像什么高跟鞋夹在那个大小舞台的那个中间那个细缝，那个也很工地秀的时候。对啊，哇，插到那个木板里面，拔不出来，然后还要装得很快的，我的一颗心，每一个人要，但一脚不能动啊，只有他能接受。
秋凤姐就是这样子，哎，我就是这样子。我比较糗的是有一次，我记得那到国外去表演，然后那时候很流行那个蝴蝶装。像这样子的衣服，然后可是是整个这种拖地的，对不对？然后拉起来一张开，对，就变成一片，像翅膀一样。对，然后上对像翅膀那样，然后那个衣服上面还有一些亮管，很华丽的那种，华丽的亮管、水钻啊，那都有带勾勾的。结果呢，有一次呢，我经过那个舞台，因为那个舞台的走道，后台的走道很窄。这个另外一边是化妆台，人家在化妆。猫道，哎，另外一道一边的墙壁是那个柜子，人家。猫道在过去就是尿道，真的真的，我们在后台要在上厕所另外一边尿道。然后尿道比较小。哎，我还没讲完啦。然后有一边是柜子，就是放歌手的什么杂物啦、杂物这样子。那不晓得是谁放一些他的内衣裤在那边。我自己走过去，我当主秀，那我就是很神奇嘛！一出去的时候，我记得唱英文歌曲《戴安娜》，《戴安娜》一唱出去的是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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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唱第一段的时候啊，很优雅，然后看每一个观众都在抱以那种很好像很觉得舒服飒的，不可思议，对不对？他就站在我面前那种微笑，还有唱完到了间奏呢，我们当然要转圈呢，穿了蝴蝶装，哇哇哟！后面是什么？哇，所有人都在笑。奇怪，那个笑容还好像不太一样，对对对对，现在变得有点取笑的意思。对 对, 对，站起来一转身，人家还以为到了戴安娜的专柜。戴安娜，哎呦，气死了，就是这个啦。后来勾了一堆内衣裤在上面，勾了一件衣服，那个内衣边不知道是谁的 size 又特别大，还是男生的，然后就女生的啦，啊，女生的，女生的内衣、啊，男生的啦，我听到的是男生的。好像是以前是你勾到的是男生的，我没勾到你的，男生的，而且还黄黄的，对，好烦哦，那个也是蛮糗的。我还曾经在工地秀，有没有工地秀？以前我也很会模仿，我跟费玉清两，对对对，模仿界两大天王，一场里面只要我们两个出来，整场搞定。我模仿你那个有没有？我看哇，他模仿陈小云有没有？好厉害，对对对对对，就来了。那你是我心里想，蔡秋凤不出来不行了，没有奖，没有奖，没有奖了。一波一卡之后就来太用，一波一卡，脑充血不是，我撇尿，然后下半身又穿卡其裤，你知道吗？卡其，你每次尿裤的都是穿卡其裤，很凑巧，穿卡其裤，所以这里一坨，你不要太夸张好不好？真的啊，紧绷，因为那个要用力嘛。我有这么用力唱吗？你知道，因为在台上主持很久，因为有那个尿尿不方便呀。对，因为有费玉清那个小哥在，所以他觉得一定要拼了，一直拼了，拼了，拼了，哇，卖力哦，很惨啊。不过很开心啊，看你们两个这样互相模仿来模仿去，新歌总有吧。当然有啊，有，要不我来干嘛？这一次的新歌要跟大家特别介绍一下哦，他这个整张唱片里面十首是以前的歌哦，跟别的男生来一起合唱，哎，对，对不对？精选，精选集，然后另外有5首、6首是新歌，有2首是新歌，2首新歌，再先帮新歌唱专辑暖身一下，太棒了，歌很好听啊 ，MTV 拍的也很好，对，几个帅哥，很 sexy， 有没有？但是 MTV 啊，就是整个来讲主题很清楚，就是我们看不懂。这叫什么主题很清楚？就是搞不清楚啊，几个女人啊，坐在那边又转弯啊，然后走来走去。我真想，就是早期在陶醉啦。哦，那个叫陶醉，意境，意境，你要帮忙解释。是是。对啊，因为这首歌很特别，然后这一次是唱比较抒情，比较抒情，爱你爱到心醉，所以那 MTV 里面的那个。大家都很心醉陶醉，这个歌当时在抒情，拉丁的味道的歌，你在抒情。他想帮你解释，我还没有讲完。哦，还没讲完，好来，帮我讲，好继续来。那是拉丁歌曲，他说比较抒情的，对的对的。这个歌曲风比较像那个国外一个很有名的抒情歌王瑞奇马丁，很抒情呐，而这个抒情嘛，很抒情啊。我觉得抒情就是比较慢一点，对，快节奏唱的比较，对呀对呀，快节奏哦，是是是。那我们今天啊，这个干脆两位啊，你们是完全合格的啦。好，我们主要是其实他通过考验才能帮你打。
真的哦。哎，你们今天不用通过了，台湾演艺圈对不对？你们就是在里面几年，台湾的演艺圈就有几年。没有这么老，又不是古董，奇怪嘞。没有怎么说人家没有这么早了。小孩子不懂事，对不起啊，他们算是我们演艺圈里面两位活化石了。如果我是活化石的话，你也是活化石啊？没有没有，不要客气。没有，我是考古学家。所以对你们特别喜欢，那就来这一首啦，新歌《爱你爱到心碎》，Go， 蔡秋凤。是情比姐妹深啊，真的合唱起歌来又非常好听，还有默契啊，对的，唱片能够大卖，那我们也要鼓励啊，秋凤赶快回来台湾了，对呀对呀，不要在这个哈泡在加拿大，对了，有帅哥也说不定，不过也要希望你这个能够这个非常幸福啦，这也是对女孩子来讲很重要嘛，这是最重要，对不对？好好加油啦，好，好吧，我们再次谢谢他们俩，因为指定代打成功。